叫恁通不了龙的灯呢，铁杆的说要么一交平波，下交几平波也叫我都才落，像那么好为了铁要里的古诺啊所说的，叫我铁吞多搞着的就说，来古大个继续行，为着可的啊铁心吞了是要的，啊铁了的是嘛啊叫最高鸟头的就说古去采铁，要里的来古大个继续行，但是嘛几平波我要叫我啊我好累了的是。了啥个啊？了当的说了什么着人事贴？要领导讲的了个他当贴给讲的说，要找的红线，但是嘛，就都在落，我也叫我没落好偏，有多搞着在在说，了个大概几十行，还着那点草，大概几十行要整出来。要你叫我摸头娘，我也内幕，我好累了。那哈啥刀菩萨说，老子找那个，找找那做给好累，木上多高了是要的。叫我蹲在路，铁藤上了都搞着那些说的是嘛？好起码我搞多，找找个说的木头上一样高，摸那个有落去啊，哦，老路说，我要啊语法，老是要啊好被弄不了的，万一过那要啊。ล็อกเฮียอ๋อลอลู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เราไปชุดเราตอนไหนพอนอเอกชุดเราตอนนอตอนเป้าตอนเก่าฮะแกเชียจอนตอนชัวร์มูตอนรักกูมอนอยู่ล็อกเฮียอ๋อลอโอ้ยอ๋อลอมันเป็นเหตุเดียจิ้งกวนเทียนสวยร้านเนี่ยจิ้งกวน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天虽然什么什么，但是你好么给谁找你家你找到阿罗呢？你要阿罗我你莫可买。你要阿罗路，我们这路是热，但是头湿了。你看湿走了家，那就莫那姑姑要落去啊，可能到别处了，到哪到包，到哪路坐，到哪路搞哩，路坐哩都吵，但是路坐哩比都来坐要，一都来我让那姐姑成家的要路坐哩啊，搞别处了，好了找好路搞哩，那别好莫管高呢搞别好。ใช้ตอนนี้ก็ตรวจยาลินเดอร์อยู่หลอกให้อ้อเรานอยาลินเดอร์เป็นละมือใช้โอเคเต้า尽管但是和虽然但是他们都是转折连词尽管 A 但是 B 转折的语气更强能够表达出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而虽然 A 但是 B 呢只是一种陈述说明一种事实的存在比如说尽管和他谈了半天但是他还是不同意。这句子我们发现他表达出一种说话人的失望或者愤怒。尽管后面的这个 A, 和他谈了半天可能那说话人不喜欢做的事但为了他同意还是不得不做或者说呢说话人和他谈了半天这个时间足够长他应该同意但是呢他还是不同意所以呢这个句子更能表达出说话人一种失望啊愤怒啊。尽管和他谈了半天但是他还是不同意。虽然啊但是 B, 这个没有主观语气。虽然和他谈了半天这是一种事实但是他还是不同意这只是一种陈述或者说是一种结果。文林老师再换一个方式解释让大家都能消化。打个比方前者是一东一西后者是一个西北一个西就如同楼上兄弟所说前者比后者的转折关系要重和明显。好了今天的语法点到这如果还有哪位朋友不明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下个视频见爱你们。